日前，环保局举办环境教育体育比赛，由破组乐龄中心的老师团得到第一名，也将代表嘉义县去高雄参加全国决赛。而体育内容是用趣味的方式来解说空气污染和水资源的重要。上特别的是，体育的主角是模仿嘉义县嘉义人阿公，非常的打劲在地的精神，阁有年纪上大的阿伯扮演大树公，因为空气变好，连六块肌拢有啊，内容是丰富阁笑亏。领队嘛讲，希望这款的表演方式会当得到好成绩。我们波士顿里学习中心呢、为了来推动这一个环境保护这样的一个的理念，我们特别呢。用一个戏剧团的演出方式，那么平时呢就做这方面的一些演练，跟这方面的教育，我们这些的阿公阿嬷们他都学得很开心。那么今天我们做一个排演，是准备参加有关环保署他在高雄7月3号举办的一个环保竞赛的一个举行。那么我们现在在排练，加紧排练，我们有信心呢，可以获得名次。破组乐龄中心环境教育体育初赛第一名，将前往高雄参加全国总决赛。体育内容完全符合嘉义的风土民情，真人版嘉义人公仔等等人物，拢太有创意啊！希望因勇夺冠军。新闻，张乃成，嘉义县采访报道。